二二机型，薄片分开后，薄片由上向前滑至卷料机卷成卷。为了下一薄片流程顺手工作，破料由下向后滑至卷料机卷成卷。片完成，要再次薄片时，按原料定位按钮，上至卷料薄片完成的空筒会自动向下滑动，下一薄片流程的原料会自动。